邓泽明的 Vlog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邓泽明。然后今天呢，我也是第一次尝试用这种 Vlog 的形式来跟大家见面，撒花！对，因为你们一直想让我拍 Vlog 嘛，然后我也是第一次尝试一下。OK， 今天呢，我也是很久没有回家了，然后妈妈呢特意把我早早的叫起来，然后这个给我洗了水果啊。然后今天呢，我是主要接到了一个任务啊，这个任务是什么？就是我要去找一位我想见很久的人。哇哦！然后呢，这个路程而且还是比较遥远的，因为我现在是在石家庄，然后我马上要坐高铁，然后去北京去找他。OK 吧，那我们现在就话不多说，赶紧我去洗把脸，然后收拾一下箱子，我们就去高铁站，然后准备出发了。Let's go！ 耶！现在出发去车站。咦？真的，刚才上厕所的时候，那个大爷看着我的头发，看了很久，然后就问我，说：“你这个小伙子，这头发怎么了？这是？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，特别小尴尬了一波。对，你们觉得好看吗？到这个地方了，然后我有点找不着啊。对，因为我现在跟大家讲个很尴尬的事情，就是我打那个车，那个司机就把我扔在这个路口，然后我现在找不着他了。对，马上就要奔现了，我好激动啊，我好兴奋啊！啊，终于到了，找了半天真的找不到他。谁啊 ？Hello。试探你对我的变化，用语言来调和感情升温，未完待续。